三好女士们、乡亲们，今天是8月1日，早上10点。昨天瀑布回来以后是在天等住了一晚，然后今天从天等出发去都安，是临时找的目的地啊。看那边的水非常的漂亮啊，是天窗。去看一下，然后那边距离这个天等线呢280公里，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车程。那我们一会儿都安见。很遗憾呢，他这里说不让下水，还禁止靠近啊。不过这里是真的很漂亮，真的是太美了，哇，太清澈了，太漂亮了。明年大概什么时候可以？不知道，这个不知道。反正今年要开始搞了。开始搞。今年那什么，那水没有的就开始搞了。哦。好的，谢谢，拜拜。还得是有当地人引导。刚才在上面那边不让逗留，禁止游泳，所以就打算去别的这个天窗看一下，结果正好来两个村民告诉我们其实也无所谓的，可以玩的，只是立了个那么个牌子让大家小心一点。然后我问他有其他地方吗，他说这个沿着这个小溪两边都可以玩的，然后说有好多地方，然后他就带我下来这个地方。哎，真的是太好了，这里水流也没有那么急，然后还有个小桥，这边有错落的这种小瀑布，真的很漂亮，水也非常的清澈啊！那这个环境真的太优美了，在这里，但这里前面有个小地方也可以，应该可以这个搭个小帐篷。现在就准备安营扎寨了。这是我2019年在澳洲摩旅的时候带的帐篷，好久没用了啊，因为睡车里还是难受，车还是不够大。然后这个气垫是在某宝上那个山姆代购买的，才一百块，撞人的，有一个小打气筒。今天呢，来感受一下这个久违的帐篷露营，然后顺便也试一下这个100块的气垫好不好用。我这里的湿度已经爆表了，气温是相当的舒服。
三桥洞喽。正好顺路告诉大家，我昨天的营地前面这边有这个小卖店，东西不算多，不过水呀、面包啊、泡面呀，这些基本的东西是都有的哈。其实第一次来的话很难发现这边还有条路是可以走车的，我昨天露营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从这儿下去的。这边坡路有点窄，然后这边有个坡，小车要留意一下。在路边，大概能停三四台车吧。三四台车，然后这里最好就不要停了。这一片空地呢，要留出来给村民还有进出的人呢，转弯啊、倒车呀、之类的，所以这边要空着。所以来这儿露营呢，我感觉两三台车，两口人就差不多了。人再多就不方便了。你看这边全是农地，没有地方扎营。然后我昨天露营的地方就走这个小路，大家都看到了哈。之前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天窗，无用的天窗就在这儿。这个路它有一个急弯，在这里直走，走小路。就在这儿，走往里走个30米吧。这个已经有人来玩了。来潜水吧，过来感受一下天窗。昨天那个村民说这边有100多米深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反正来感受一下吧。呜呼，呜，哇，这个水更凉。太爽了，看到这镜头，下水直接就结霜了，啊，哇，真的太美了，哇，太舒服了。我不能待太久，容易抽筋儿。我到旁边有浅的地方，有水草的地方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水草，看这个泉眼，这个天窗真的是。像假的一样，碧绿碧绿的，像一颗宝石。
看到旁边截然不同，这边一下子就变浅了，然后长了好多的水草，绿绿的啊，真的太漂亮了。首领，这里稍微注意一下啊，刚刚水草还稍微缠了一下我的脚，不过还好啊。遇到两位帅哥美女来潜水。